说吧。那个老艾很可能是个骗子，他什么都答应你，什么都能保证，先把你哄开心了，再骗你的定金和划款，到最后你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买菜买这儿来了，你到底有多少谎话？干什么？这是学校！我帮我妈报的班，她作品获奖了，贴在墙上，我觉得很光荣。你不喜欢，你可以不用来。你用不着在这里丢人。反了你了！嫌我给你丢人了是吧？打我！打死我！朱阿姨，从今往后，你要再敢动我儿子一下，我就死给你看！大姐，有个烂摊子，想请你帮我解决。脚先放下来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地址的？江海涛告诉我的。只是他不让门牌号，所以我只能在这等你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老实点，老艾，我给你拨来110，我替你报，你报，你现在报，你看警察来了，是抓我还是替你收尸？